连接失败。又我也在连接，是不是？他该不会在搞我们吧？要去哪重里开新那个接，啊？新的冒险就邀按请。ESC 啊，新的冒险。哎，他伺服器好像坏了哎，傻眼，不不是吧？是吧？我去看一下他的讨论区。伺服器坏了？不是怎么吧？下午才测试没有问题。连接，安安，什么冒在线险？上。对啊，他与组队伺服器连接失败呢，重开看看好了。是在哭？重那开。是不你是在马上就要逗换游戏你啦？哟，不是要去睡觉啦？用那个小队号码编组看看呢？我小队重编开，号，对，个人打还在重开，编号是这个，我开看看，好啊。确认，看一下哦，新的冒险，那我要怎么加过去？组队编新的号冒国险，籍。然后右上角有个小旗子。小旗子不可用功能，伺服器组队失败。在好，小，所以只有我可以用。你在该小队中。啊，我游戏重开怎么不见是哦，等一下，我复制到我自己。我看一下哦。游戏画面先关掉。新的冒险。我忘进来加，了就繁星进来了。连接。加入。加，不让我加，他没反应呢。右上我角试那试个呢？看看。右上角小旗子，就是你先点加入，你然后右它上会特角，别，它跳出一个加入的，对，然后编号我刚打这个，输入编号错误，哦，我伺服器连接失败，那你？应该是说他这边还没有连到伺服器啊，你们两个应该是先连进去了。因为我刚刚没有出现什么伺服器失败的图对，我也没有错。没关系，就先多试一下。真的不行，你们去 A 啊。没关系。哭了，哭了。167等，哦吼吼。等下有168等的。差不多。差一个天赋，富贵的天赋。可以选啊？我一开始就这一只可以选，对啊，你好像几等30等吧，才能点到狗狗。他不让我加，不行。怎么会这样子？正在连接。拜托。哎呦，进来。耶，音乐有了。马王。加油，阿旺，加油，阿旺。我就是连点连点，然后取消那个视窗，再开一个视窗，再连点连点，再取消视窗，再开一个视窗，我连就是这点，样子而已。不是不是，我还在那个伺服器连接中，所以我那个组队服务器的那个旗子我是不能点的。你不要到那个新的冒险，你在选择页面那边首页那边右上角有小旗子，点开，我点不开，它就是失败。那就没有。哦，哎。你这有输入房号吗？你有输入房号吗？有，好，然后那就照我刚刚的那个动你说作，按加入，然后取消啊？连按个两三次，然后取消掉，连按个两三次取消掉，连按两三次取消掉，看他什么时候看他什么时候跳那个连接伺服器。好啊，哎，数据异常，重新组队，好，重新。调一些画质什么的，877878787，数据异常。我讲话吗？一二有三啊，四五六七八九十。那所以你刚刚有跳数据异常是不是？我没有跳数据异常。我就会跳。你重数开一据下异游常，戏看看。有我刚重开过了。怎么会这样？再试一次，再重开一次。不行就再重开一次。
不行，再重开，不行，再重开。连两小时就可以重开。我可以从 Steam 直接点加入。可以的话，那加。我刚刚稍早是点不了。为什么您家无法将您的敲我重生打与 Steam 云端同步？你 Steam 整个重开好了啦。你 Steam 的伺服器是怪怪的，连线怪怪的。我也觉得它怪怪的。突然想到你的 A 配有重灌了吗？还没啊。没有。电脑重灌了吗？还不行啊。还不行啊。昨天不是说要重灌吗？才没有了，你们讲而已的，我没有要重灌的。说好重灌的，没重灌。为什么不重灌？哦，我重灌可能就要头大了。为什么？你不能陪他打枪。我东西都会失调哎。哦。东西都在吸潮，对啊，因为就是吸潮是那个、SSD， 要让它剪片跑比较顺。哦，影片都放在那一潮、哦。对啊。我都放低潮啦。那乌龟了。那乌龟的龟、你这只兔子怎么那么刺啊？它不是兔子啦，它是猪。它是兔子的你。它不是猪，是乌龟啦。你看那么。乌龟，是吧？它是乌龟，龟兔赛跑喽！它是乌龟啦，长得像刺猬的乌龟啊！它就你一副最浮夸，对呀、啊！按到了，按到什么？广告？我按到 ESC， 我这样有进去吗？有啊，哦有就好，啊有有，我调整一下游戏声，游戏声有点大声，它有没有背景可以用啊？他有天生的背景，他是绑在枪上的。哦，真的东西有的枪吗？你有的枪是不能开准心，因为他按右键是别的东西。什么东西要改啊？哎，你拿到新的枪了？这是更新的新枪。哦，他好激动哦。哦，对我来说都是新枪。阿旺吓到我。我小帮手嘞，一开始小帮手嘞。不一定啊，啊不一定，对啊，一开始把枪，一开始就是他的小帮手那一把吧，有那个哈基一回头，哈基，我们要走了，我们要走了，不理你哦，哈基不用打哦，可是前面有枪哎，不，我们等下会回来，我们等下会回来，哦好，我们只是去世界打 boss 而已，哎对对，等一下就副本，等一下隐藏副本。啊，这个是瓦尔区域啦。哦，瓦尔区，瓦尔洞是 OK。哎，哇，这是什么 POE 术语？对，要用他们懂的话语，懂吗？啊、来开箱，开箱，开箱。什么啊？银行，子弹银行。什么、啊？子弹银行超棒的哎、欸。它是卡片吗？还是什么？子弹银行是什么？你按 Tab， 然后上面有一个秘卷。贵气灵的。啊、宇宙冒险那个是不是类似这种东西？对，它类似，它比较像那个啦，珠宝插槽。你这样想，辅助插槽。哦，它会有不一样的效果。然后子弹银行就是，你看你右下角，它不是有三个类别的子弹吗？哦，就是路上捡的话，它会直接变成你手上拿的那个的子弹类型。哦，对，那个是算很好用的道具。对。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两把枪都拿同一种子弹的，也不会缺子弹的。哦，那这个是什么要拿吗？银质徽章。啊？什么徽章？就是这个箱子上面有个东西在飘着的，这个不拿吗？哦，我拿了。那个是每个人是独立的。哦。你看得到那个就是你的，除非是我们自己丢出来的，不然秘诀是只有自己看得到的。那他们写共享是指给别人吗？还是什么？哦，对，你共享就是你标记的，我们就可以才可以看得到。哦哦，对啊，就比如说有一些技能，你觉得别人比较适合的话，你就可以让给别人用了。哎吧，太强了吧！没有啦，这才第一关呢、啊，不是小怪才，真的很强。啊，新东西没？我记得。是不是第一次啊？哦、不对，你是箱子拿的，好像只是基本精绝，哎、欸，他其实要问这个吗？还是精绝啊？精绝就是天赋了。没有，这个是另外上
天赋吧？对，这就是选天赋。哦，击败敌人则猛冲。人猿球木蛋，我都忘了什么了。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我要乱点了，乱点了，随便点。花剑舞，剑舞。飞花什么？哦，球冲拳。人猿球是一个蛋炮的意思。哦，原来他发小。哦，他怎么了？没有 TK。哦，还好。哦，99。哎，繁星，你有试过他的猛冲了吗？有啊，我刚没有试哎，我刚没有用过哎。下一关，所以就是一直玩一直下一关一直下一关的游戏。哎，没错。对啊，然后就是天赋跟那些卡片都是随机。Yep。哦。啊，可以冲这么远吗？嗯。我小小帮手。你是说？等下有找到再给你啦。紫色的那一个啊，不，橘色那个吗？一开始新手教学给的那一把。哦。烈焰弹丸啊。啊。有门哦。走走走。好。找到。有拿到跟你讲。哦，这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哦，不行。变跑酷哦，跑酷哦。可以用虚无特跑。啊，好痛！你跟我说。你死了。对。哦。哎，不要不要爬。哎、欸，真的也都自动复活哎、欸！哎、欸，为什么会自动复活的？前期能尽量不要花钱复活就不要花錢。对对对，因为就是我没有升天赋的东西。没有，我如果哦，对对对，你们等我们就好了。我们可以去救人。三次冲门，就刚刚自动花钱的吗？还是他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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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他应该是不知道有什么的，叫新手加成还是什么吧？哦啊！然后你们拔蜡其实都可以尽量丢，因为你看地上的那些罐子有有，你打掉它其实很常会给拔蜡。好。哟呼！我取枪。阿九九，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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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獒犬？我拿獒犬。阿克莱普好了。有獒犬，有獒犬。獒犬是什么？有獒犬是青鹿吧？青鹿。有没有要 G 七新版的 G 七 ？G 七烂枪，阿 K 双连发，哦，回血，狂热，哦，地上这些卷轴可以尽量捡，是不是啊？什么卷轴？卷轴是个人的啊，你可能是新手，新手那个会解锁一些成就，成就就陆续拿到新的卷轴。对，你只要解锁，他就会直接签掉一个给你。对，就是让你试用。哎，但是卷轴。卷轴要注比较注意的是，有一些有负面效果啦，或者是它有那种、oh. 有如果有无法丢弃的，这个就要特别看一下。哦，獒犬哦，你拿獒犬是不是？对。这什么、啊？哦哦 ，L Star。你不是那个云月，你那把按右键按住放开，它会有一个立场。然后这立场干嘛？任何子弹穿过这个立场都会增伤，包括敌人的。这是雷帕特的，是不是？各种术语，然后把 A 片全翻过来了。这繁星要哭了、哦。不会啊，繁星都没玩，繁星来玩 A 片时的啊。他真的好 L Star 哦。我是阿九九，我小帮手。是新者的是不是？看一下，你们看，差不多。这两只手的感觉比较好。那不然你可以拿这把。这把是什么？什么好恶、好奇怪的东西，好恶哦、喔！你按右键，按右键，按右键没反应啊！你丢东西出去，然后按右键。丢东西出去按右键，不行啊！你子弹丢出去按右键，它会引爆啊！哦哦，不要！然后你按 R， 你按 R 填装，然后就掉，那真是小蜥蜴。哎呦，哎、欸，你不是他记得我们在那边玩枪，他们都已经打完完全装了。没事，我后面捡东西。啊，可以。这样经验值有差吗？欸、没有，没差。那他，你只要往前走的时候有钱跟那个金破技能拿就好了。哦。有挖的房间哦、啊，在里面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在里面了。
你在里面？我在你旁边啊。不是，哦，这个，这里，这里，这里，这个是 boss 哦，这个马的头是 boss 房。马的头，这里有宝箱，也不开一下吗？等一下会回来啊。金爵可以先拿了，金爵是强化。嗯。哦。盾技能伤害。能量。啊，我都不知道哪个好用。就都玩啊。看你喜欢就拿什么。辟邪物，哎、欸，新枪我要玩。旁边有商店哦、啊。青铜商店。青铜我觉得还好。青铜好。谁挂麦？好有趣哦，还是新枪。好有趣是什么？平行吧。来，走走。进去喽。走喽！看老板哦，本性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哎、欸，乌龟来，乌龟来，表演一下。来了乌龟，来了乌龟。还没啦，还没啦，还没啦。有啦，没，哎、欸、没了，哎、欸、有，我有。哎呦，阿九九，走。我现在是轰哥哦，你不要闹哦，轰哥快死了。我绑的好 ，nice 绑。是了是了是了，他死了。耶、yeah ！标记目标，这一把共享。共享。有獒犬啊！什么啊？你有尿枪哦？哦，那把转换者。哈哈哈哈哈哈！阿进，阿进啊！这一把短弹枪，这一把行吧？转换者。来吧，这把。哦，你要？他好飘哦。是啊，你要转换者是这把哦，这把是转换者。这把吗？等一下，那个吗？玩具枪。Apex 玩太多，是哦，这个刚进这个游戏，这样比较好了解游戏哦。没错，我觉得蛮可以的。你从另外一个游戏去。你熟悉的游戏带这款游戏会更容易上手，对啊。充实技能级会员，高级跑系，这个就三选一啊。哦，所以不是哦，刚不是全拿，不是全拿。我刚随便点一个人，异形三选一，多倍伤害，会携带诅咒时的幸运一级增加15%，爬携带诅咒是。哎、欸，对，你是用嗜血法剑吗？亦正亦邪。亦正亦邪，你可以拿那个，因为我有那个，我有驱邪护符，你可以拿那个啊，我等一下给你另外一个道具。嗯，好，那有啊，等你出来，我这给你。哪个？这个是什么？辟邪护符，就是它可以让负面诅咒卷轴效果全部失效。那我要拿有拿诅咒卷轴才行啊。那、啊、你后面呢？你的后面就可以选啦、啊，就不用怕啦。哦，就是选诅咒卷轴来用，就是他有的宝箱他会给卷轴，但是他有一些是有几率是给你诅咒卷轴的。哦，就是你就拿那个几率比较高的。哦，这个好。啊，你拿到小帮手了、哦！小帮手，碎了！小帮手碎了！找到小帮手了。啊，点一下门啊！有准备了。哦、有人已经放弃理解我们在讲什么了。哎、欸，我在看聊天室，怎么了？我在聊天室。哦。没 Apex 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干嘛了。这 Apex 啊，他连换弹都小帮手呢。卡通版 Apex 啊。哦，这个是敌人会爆炸哦，对你哦。右边有挑战事件，就是那个地图负面 buff。哦，敌人死掉会爆炸、啊。嗯，这里要太近。这里，他是冲刺，好好玩。哎呦！打我啊！还丢，再丢。吃拳头了。枪记得。可以都标一下给队友，队友才看得到。哦，
经过就是按 V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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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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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
这把灵镜是最初代的时候的神物。灵镜很好玩呢、欸，我觉得你可以玩。对，这然后还弹来弹去，然后那时候说枪火重生嘛，然后就有人写说、这根本叫灵镜重生吧。灵镜重生，大家超爱拿灵镜。对，是哦。老齐，灵镜真是强到爆的。灵镜很强，而且它有那种秘卷，是你武器的第一发有增伤。哦、啊，因为它就只有一发，所以它永远都是第一发。哎呦，弓箭手！哎呦，弓箭！哎呦，痛痛痛痛痛！我就撞死了这弓箭手。啊啊，没了没了。哎，反正我们两个是不是我们很少玩四人，对不对？对啊，这个怪量很舒服哎、欸。啊，然后挑战事件都会有额外的卷轴拿。对，特种枪，狂猎可以跳上来这边。哎、欸，狂哎、欸，这把清晰，这把清晰很棒，它是两个属性的。清晰。好妖啊！又是你说，就是奇怪的一只龙在那边。没有，它这是变色龙啊。它是变色龙。就。然后是打他福子弹，对吧？有福控、欸。那个清晰那把，它是两个属性、哦，所以它两个属性都触发，它是腐蚀加火焰、啊、嗯。然后两个异常都触发的话，会产生爆炸。哦，好，那我拿这个来，是蛮白痴的事、欸。那把我很爱拿、欸，拿变色龙在打架。原力法球是什么？原力法球就是你的一，你的技能。哦。打怪喽！哎、欸，等一下！按回来！取消那个手收，取消！手收收回来！我们在门里面。好。有副本，有副本。提醒一下。有啊，一直有抢。没事，哎、欸，他以前还不能取消，你知道多尴尬吗？就只能在30秒内给我打完。哎呦！啊？我怎么死的？哎、欸，手雷吗？刚刚他们丢手雷。哦。哎呦！才刚补血又被手雷炸到。B。B。随缘枪法。哎、欸，有刀哎、欸，有没有要刀？雷圣是什么？高级会员，啊！你刚高级会员是谁分享的？哎、欸，北七有人把我秘诀拿走了，干哭啊！你给他分享，好，欢迎！来，你的高级会员，那原始的。然后这什么东西？干嘛的？其实不错，还你钱呢、啊。哦。秘卷的话，先看你自己要不要再标啊。不是啦，我就全部扫过去，我怎么知道你捡那么快？不是啊，我怎么知道？看急杀蛇，我有不要的没。所有每一位玩家有信心相齐时，增加伤害。啊，那个是要队友越那个都有会比较好。生气勃勃，护盾回复期间武器最终伤害增加。队友惊喜，真的是很好笑。哪里？他的武器其实都蛮有特色的哦，可爱耶！武器伤害，戳他一下，那变色龙打架。气勃勃，互动回复期间武器最终伤害。秘诀没拿到、哦，没关系啦。嗯，秘卷其实蛮重要的，可以拿，尽量拿。但是我好像刚楼上有没拿到的。它有上限吗？秘诀没有，没有，秘诀没有上限。哦，可以一直拿哦。对，是刚刚这边吗？哦，它上面那个紫色的可是。对，啊，只是你不要拿到一些很冲突的，就比如说什么血量变一，然后护盾加倍，或是没有护盾，然后血量加倍，你这两个冲死那你就只有一滴血跟一滴盾。嗯，哦，你就是真的会死的那种。对，就是不能乱拿，不能看，还是要看一下。
不过其实还因为大部分都可以丢出来，所以其实还好。哦。走，下一关吉祥哦。嗯。哦，这吉祥看起来好像很帅。不要。你是拿到什么大河马吗？对，大河马。大河马很爽。可是大河马会降移动速度。好了，逛完了，可以过去了。没事，你究竟是你会先到呢？嗯，你会先到。我看打完了哦。哎、欸，打完了，是那么快。我要回血，我要回血，我要回血。哎哎哎哎，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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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有要继续打完了，再见，你回复来了。你回复来了。我要拿。没有，我还在，我还在，我还在啊，这里面。哦，只是开门而已。啊，你拿那个了。好爽哦。有强化次数是什么意思？这是枪可以强化，可以啊，前面不要强。对，前面不要强化比较好。嗯、哦，因为你后面还是会拿到比他更好的。工匠的那个强化次数是他使用的次数，所以就是你只能挑一把强化比较好。哦，对对对对。所以这边要买什么吗？还是存钱好了？存钱。嗯，好存。啊存，不懂，什么都不懂，存就对了。前面强，因为它强化是，你后面你因为后面拿到了武器，它本身的强化数就会比前面的高了。欸、不是我、oh. 我直接把这个插过它，是没什么用啊。我在外面呢、欸。不，我是说剑多杀了。不是繁星，我拿了一把刀，你觉得我要怎么玩呢、啊？还是我可以砍他？哎呦！哎、欸，挡不住哎、欸，这挡不住哎、欸！啊，石头爆开了！我还会招新的石头。哦，可以，可以，可以！啊，完了，完了，完了！空中，空中那个、哦，要打掉是不是？可以的话打。哦、可以啊。哦，还行啦、啊，有的玩 A 片的玩家都应该还行啊。我看看吧，我就说。他那个中间那个是啊靠！啊哈哈，还行啦、啊。有被顶死，有被顶死。无敌飞拳！我的东西！哦！哎呦！啊，还是因为太久没打简单模式了。击败！现在是普通吧？一般模式吧，普通一个一般吧。哦。哎、欸，我也有了，我有冰矛了。当你会额外造成，子弹会额外造成50%伤害哦，会额外造成当前同币数量的技能伤害。我要赚钱了、嗯，我要累积钱了，我要赚钱不花钱。它不是最多多少而已吗？哦、还有那个好像是新的，那个好像是另外的，哦、是之前那个主技能冷却增加加一哦。哎、哈基，你要不要拿这个？还是云月要不要拿这个？啊、哦，这是另外一个，一样也。你是哪种啊？火龙哦，可是火龙的田庄很帅。我他在手上绕一圈哎、欸。对，火龙的田庄超帅的。他不是揍他。我抓的是木须龙吧。等下这是谁的吗？哈基，你把你那把给允月，你让允月看一下那把怎么田庄的。我要怎么给他？你先换地上一把武器，或是你 tab 对你的武器按左键，他也会丢下来。嗯。允月，你玩看这把，然后。你家田庄，打屁股。这个谁要、啊？这个我不要。这我想要奶、欸。这有点恐怖，我不知道谁的。但主要紧，我拿了。那 CD 加30秒，可以啊。不喜欢。我要玩木须龙，我要玩木须龙。啊，我走开点，我们大河马好了，玩大河马应该。走吧。哦，我拿到那个刚繁星换下来的那个。哦，戳地上会转，那在转的时候也有伤害。嗯。我拿一个小帮手，个大那个喷火枪好了。喷火枪、啊。那个不对，那个是专注型轻机枪，那个哒哒哒哒哒越来越快一点。这样。嗯。好了，这是第二只狗狗，第二只角色。哦，被剧透了。蛮爱狗狗的。
对啊。哎、欸，对，喝泉水，喝泉水补血，你们两个、啊。对对对对，喝泉水，泉水，免费的，免费的。哦，好好好好。哦，每个关开，每个大关开始的时候会有这个啊。对对对对对，免费啊。哦。狗狗很赞呢。哎呦！我插回来哦，有用有用。你乱丢，然后你瞄准一只，然后再按右键。有有有有有。人家木须龙射程也好短哦，他是你就想象他是散弹。哦。哇，那我觉得你们可以打困难模式了哎、欸。我觉得可以。对啊。太快了吧？这我讲真的。哎呦喂！我刚死了，我是你说打困难模式吗？可以。没有，你刚有死吗？没有吧？我被光柱打脸呢、欸。没有啊。又不是刚刚我们开台前的 POE 哦，那个真的是哦、欸，大河马，大河马，阿进你的大河马，有人就气了，大河马，大河马，哎，大河马是啥？大河马就是中度轻机枪，哦，88的中度轻机枪，你走路会比较慢哦，好爽哦，啊，最后你还要子弹银行。不缺，这里，哎、欸，有那个，发现密室入口。木须龙伤害蛮高的、欸，他持续伤、啊，持续伤加成不错吧？元素异常，然后有火的效果。哎、欸、哎、欸，繁星这个超好打，那个大胖子哎、欸，会穿过去啊，我也很开心哎、欸。他收回来可以直接把桶子打爆哎、欸！没有，现在是简单的普通模式啦。说的也是。我想说哇，游戏好简单啊！这游戏怎么了？怎么跟以前玩的不一样？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哦，击败敌人，总共两秒内不会消耗弹药，弹药碎啦。哎呦，超级弹药王。手空空。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不死，你不用教我，我会玩。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等级？你不用教我，我旁边有两个大佬，我会，我知道怎么问。我现在试新武器，你在那边，米菲，你玩过了没？新武器你玩过了没？新武器好棒啊！哎、欸，我不知道，我都忘了要技能的啦。啊，还要技能了、哦、啊？好，对啊，这上这么爽还用技能哦，这样失去手感。没有手感了啦！哎呀，你知道他技能的？点到后面，我记得我那时候有用过你们那个技能，我丢一次好像是30还是40万。哦，它伤害是很可观的。那在后面再用啊？不是啊，你那个觉醒没有拿到，你也不能这样玩啊。所以要一直用它觉醒哦。不是啊，那个过关的那个精绝啦。啊，那跟一直有人会一直用也没差，那就后面再用的没错啊。那你要有拿到啊？那你现在讲也没屁用啊！移动速度加，说的也是、欸。铁毛攻击？那个是那个买的第一个东西不用钱吧？对啊，这一次。对啊。是我从来没子弹没缺过，因为你有子弹银行啊。子弹也都是满的，为什么？因为边打会边吸到啊。对啊， 你看地上很多啊。对啊，这应该是因为普通所以没有到很缺。哦，两手空空，你就想你就想象这个跟那个 B4B 很像。哦，他们那时候没捡到的，好像都捡到了。有、啊。就两把枪啦。哦。哦。有人要1v8吗？1v8。啊，对啊，这把是啊，不要，你们换刀、哦，伤害，腐蚀，这是憨洛，哎、欸，要不要玩看这个？这什么？喂，传说，哎、欸，一卷大奖，直接有哎、欸，哎、欸，传说哎、欸，第一次看到这个、欸，直接买会相信运气、哦，只用冲刺技能，然后幸运几加加有人啊，繁星这个给你繁星，哎、欸，直接买啊，这个。
这个你一定用600块而已啊，直接买啊。你真的好不像乌龟哦。一定触发元素异常三秒。武器伤害降低，但每次瞄具所有瞄具倍率乘以二。哦，你是说这个吗？对暴击是最高伤害，它造成两次伤害。你那个叠加剑的那个，哦，我好哎、欸，好哎、欸，好哎、欸。啊哦，元素异常哎、欸，元素异常就是猫猫猫在用的。有人在玩狙击枪吗？没有，不需要。我大河马也不需要这个、啊，还有大河马没有异常啊、嗯？还是后面大河马会有？可以有，可是你要挑。因为你大河马后面会有个属性，可能会叫做什么共用属性。你的主武器可以拿大河马，然后副武器可以拿有属性的。双子持坠就是你两把枪都拿同样的持坠，它就是两把枪都会有那个效果。哦，你所以你也可以让大河马有属性，这样。对对对对对，原来如此。我有办法远端按确认吗？不行。不行一定要走过来，有啊，你可以远端按啊，只是要30秒。烧死你们！啊，很多东西啊！你看他现在头上有那个眩晕有没有？那是魅惑，我家店的效果。嗯，哦。巨龙，到处捡金破。我在努力，我在努力设地板。我想看那个，哎、欸，他掉这个了。哎、欸，这把，哎、欸，这把，把这把，这把我不知道怎么分类。地狱。然后你知道吗？田庄很像獒犬，但散弹枪。手套，就 EVA 8的感觉啊。它是188田庄的、啊。你看，哎、欸，手套很强，手套超强，手套它是就是洛克炮，自蹦去掉最后那一下，没有嘣那一下，我就死，就是没有嘣，对，还是镭射笔没有嘣，哦，那变镭射笔啊？什么？左边是 A 啊，会掉吗？有没有那木须龙啊？快掉了！你白痴，按着我的 F4， 我就不能按 A。他按着你 F4， 还是还好你没按到 auto。我白了。好了，可以了。好了，可以，那你走吧。啊。雷射笔好像少了些什么、啊，伤害没有很高呢。雷射笔是拿来触发元素异常的啦。我都拿来是就是那个啊，刚刚不是说触发那个双子？对，我就把它当媒介。他雷射笔那个他是他电之后电到人，他会扩散给附近的。哦。所以他附近的敌人会全部一起电。小范围。哎、有雷哦，有雷哦，地上有雷哦。修啊！哦，这盾真的好棒哦！哎、欸、哎、欸，有没有人要玩这个？你怎么了？那个彩虹啊！啊！彩虹很棒，彩虹很好用。彩虹这个，那、欸、早期的新梅塔。哦，哎呦，自动电哦。对，嗯，可是我看怎么在电地板、啊，他会瞄最近的，然后如果在墙后的话，他就会那个。对，他在电地板呢、欸，电到旁边。还是你按到右键了？右键，右键哦。哎呦，啊不是，哦，主要伤害很低耶、欸。对啊，他伤害你，可是他都是每一下都是爆。如果你的右键瞄到他的头的话，就很高了。哦，他就一直狂吸他的头。好，真的啦。啊，愉悦要拿金爵，我要拿金爵，拿了后再进去。你看这群人。好，是哪个？走到云雀。好走。他们在哪里？那边、啊、看到了。外面有金爵是不是？我还没拿。我去拿一下。要进来。过关前，
过关前都会经过旁边的、啊，精血都是在过关前的箱子。哦，好好好。能量，沉重能量会挤满挤上面哦。王还没打死。木须老喷你，打我，快打我！啊，我倒了。你倒在哪里、啊？我打到王旁边。哎、欸，阿星怎么倒了？哦、欸，我怎么倒了、欸？啊，我也倒了。咦，值了，有跳成就吧？那个，你在哪？没有哎、欸，好像是打 BOSS 才有啦，就是倒地的时候灭掉最后一下。哦，啊，元素异常的主律令哎。对，这还不错哎、欸。我要改这个了。如律令，也是自动锁头，它是真的是自动锁头了。哦，它可以自己选属性，三个属性，然后右键可以自动锁头。你可以拿看看，开，然后你按它，自己按 B， 它会切换属性。用手射出去哦。Yep， 它是自动瞄准的武器。哦，不要不要，很奇怪。元素啊，对，失去包之后，失去包之后，生命只会恢复到最满吗？弹夹，对，对啊，那个就是你就选那个啊，新手选那个比较好。但是只要吃到包子就直接回满了，对，吃到最满。哦哦，好像不错诶，美食专家是不是？哎、欸，对，我也有，诶、欸。换到其实我有吃弹银行，我就找那种弹药特别需要耗比较多那种的，拿同样类型的枪就好了。嗯，走吧，好喽。阿静，你那个拿了哈、欸，金爵还没。好，那你先取消吧。哎、欸。啊，他有改那个，啊、他有改标打到东西的那个什么标符吗？那个如律令啊，对啊，他符打到东西的特效有改。哎呦喂、欸，嗯，好了，好，抓谁？谁？我。谁？第三关。我算应该拿散弹枪才对。哎呦！要来找散弹枪了。这把枪金枪哦。哦，金枪来了，金枪，金枪哦。探索卷轴，找秘卷，获得星星消息。每周附近有一玩家的话，第二招武器增加，嗯，继续探。对敌人造成伤害每秒恢复。中烟审判，继续探。哦，探。对敌人造成伤害之后每秒恢复，他继续探会有差吗？就是换呐、啊。对啊，就是换起掉啊。我、哦、上面有伤人哦。每秒十四。阿西。哦。哦，亦正亦邪。刚刚雨月拿到了那个。每次使用中有33%时间重置，再换弹药袋。笑死我！突然笑出来，好被吃汗了吧？不是，他是怎么切换武器的时候？哦，是弹银行。放哪去了？切换武器的时候。我看一下、哦，刚刚跑哪去了？那几个东西跑哪去了？哦，哎，它不会在秘诀里面吗？哦哦，点下去还没点，白痴！密室，走，切换武器之后立即充满弹夹。我那个很棒耶，超级，对啊，你就是这样子换了，很棒耶！哦，这把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炸到！那只嘞？敌人呢？没有了吗？在后面，在后面，在后面。
他这个有没有蓝盾？就是用电，看有没有电还是什么就用。用电吗？我知啊，没有。死了！雷圣！哎呦哎呦哎呦哎呀！这三火也是三火，这三火！哎呦，死了还在炸！硬要丢，死了还在炸！ 雷圣加五，哎、欸，引弹引弹魔王，雷圣，引弹魔王你按右键，引弹魔王右键，哦，你都丢弹夹出去，对对对，他把整把枪都丢了，哎<笑>、欸，地甲还在炸哦，刚多什么还有，电，所以他们加五是比较好，是不是？就是等级五啦，他加就是他的基础伤害会提升啊，对啊。 所以刚刚你不是在第一关的时候说要升级，那个时候后面不用升，后面会越拿越好。哦，所以我假设我现在要大河马，就找更比我这个加更多的。对对对对对。或是它上面已经是你满意的，你就可以从头开始加它。有一次是。这把有双指的。已经有了哦。对。元素克制是什么？电击伤害，所以是电伤 ，OK 电属性小帮手，哪里啊？还是这把、啊？共享元素克制，对啊，下坠，它是新的东西啊，还是现在元素共享变成有几率的那个？电，三选一。哦，不知道哎、欸。哦，早安早安，大家早。哎、欸，我这个军火商人是每消耗100发弹药会受到减少20%伤害，那。 我假设我都不消耗弹药，这个是会触发吗？你看，你开枪，你看底下有没有？我记得那把那个效果的话，就是你开枪，它底下会累积那个数字。那我是要拿，先拿下来知道它有没有效果。你装在身上开枪，你看底下有没有跳那个状态列。啊，不是啊，因为它现在在三选一啊，我还没买啊，我还没拿下来、啊。以为你拿了，那就拿下来啦。反正你拿大河马。 其他的会不会？因为如果我是大河马，如果他我是打到人了，我不会消耗子弹。我子弹数是固定的，那这样到底算不算有消耗到子弹？哈，我试试看，试试看。哦，有哎、欸，我子弹数没扣，但是下面有累积哦，那可以哎、欸。他应该是开枪就有算了。对，啊，你们人去哪里了？我可以关啦。啊，所以我去哪里点？哎、欸，走楼梯上来。 哦，这里附近有楼梯，干嘛？你有出来那里啊？哦，藏宝石。吸你个头啦！我被打、啊。我吸一部分，不能吸全部。啊痛！啊倒了！哎、欸，好像有点痛哎、欸，怎么会这样？哎、欸，这是可以开盾的时候救人哎、欸。哎呦，直不骆驼、哦。差不多。 这是小帮手，双星，哎，工匠，哎，额外一条弹道、欸，哎，啊，因为拿走了，啊哦，我在试枪，你可以，那把是可以拿的，这一关，哎、欸，不对，这关我还不一定，如果是杀虫的话，他就会怕那个怕毒腐蚀。 双子，你们是双子是干嘛的、啊？额外附魔，就是算特殊尺寸，就是你两把枪的都有这个双子是同一个的话，它就会发动。哦，就是你要两把枪都有这个尺寸啊，双子是可以在工匠那边去重组，就是可以去洗到一样的。哦，好。所以你如果两把枪你都是顺手的话，啊，双子是不一样的话，就可以在这边用洗。 不知道这样保不保到你们、欸？我们有大智的来了哦！哦，哎呦，清香是什么？轻软，催腰，主要是近战。
香香。啊，春妖是啊，这个就是诅咒的，诅咒的，诅咒的，你可以有的话不要拿。这游戏诅咒是能不拿真的不要拿。哦，好。它可能让你跑不起来啊，不能冲刺啊，什么之类的。对对对对啊！如果你有那个云月那个辟邪护符，就任意挑选。对，任君挑选，我全都要。想要强大的铭科，强大的铭科是绑在武器上的，所以越后面拿应该是效果越好啦。卷轴获得一个诅咒卷轴，武器指定等级加三，加三其实蛮多的。哦。可是都是绑一个武器啊，但是指定武器，没差，反正你现在要的是诅咒卷轴的效果。那我要这个，我要在这一把上面。对，我有近战，我刚好不能来砍啊，这么多只。我拿到了什么？我拿到了什么？按 tab 看一下喽。进去。已经还在教授，我们已经打完了。是我要去看我到底有他到底给了我什么东西？他到底给了我什么东西？慢慢逛，当自己家。慢逛。当自己家，当自己家。射击远处敌人时，最终伤害加65%。这好棒。可是他没有给我负面啊！负面是什么效果？我还没讲。哎，算了，随便了。我刚在看我进去的选手，我没有听到你讲什么。是好了，雨月还没选出坚决。哈哈，等一下，慢慢挑。啊，随便了，随便啊，走 ，go！ 真的吗？可以啊，第一次玩随便啊。啊，完了，哭啊！完了，这次很难，没有，这次很难打。他是塞巴。那是不是要先把钱花一花了？因为等一下是不是死了？钱是钱啊，钱跟那个金库是不一样，钱带不出去。对，你那你那我就把钱都花一花了、哦。可以啊，工匠升一升了，感觉会死的话，那、啊、你有死当银行哎、欸。那、啊、你花完之后，哎、欸，我们怎么过了？哎、欸、哎、欸，哈基，火的大河马，啊、火大河马，干、欸、他竟然有火的哦。哦，可是你这把有未命中又回到战甲哎，未命中 啊！你两把都拿了，你两把都拿了，快没子弹再换回来有没有？这个有双子桌，这个哦，这个好像还好，是不是？因为双子后面可以洗，嗯，有钱的、哦，就下一关开始，几乎所有枪都会有双子。对，第三关开始哦，嗯。那不管，我先把这个升级上去了。好的。行，我要换成枪了。那只拿近战打。对呀、啊。炸不到。他用火打。所以有了辟邪护符诅咒的效果就不会看到了。完全没有效果。就直接变无效。他就一张废纸给你，阿哈基基的吃包子。哪里？哪里去买啊？哦，我找到了啦！没变包子，这是我的诅咒。购买包子时随机恢复数值。哦，不是固定，可是你有那个呢？黑糖安安，你是有那个吃包子会回应回买吗？对啊，哇，直接抵消，你不用驱邪就可以抵消这个了。他是说用购买或拾取都会有机会。小鸟不小，不是狮鸠呢，不小。狮鸠兽，这是那个啊，钢龙啊，啊，钢龙啊，对，他，你刚刚看到龙风来了，这可以挡风会追人是不是？还是怎样？会追，可以耶，哎，他盾也可以挡这个风哎，哎，乌龟好强，乌龟是不是做坏了？他没有，他每一只都是做坏的，没事。哎呦你干嘛？我就远距离在那边射啊。打这只拿近战真是疯了。我们那时候，我跟阿旺那时候两个人拿武士刀那边挥不到他。
武士刀新出的时候，我们想说，哎、欸，我们两个都玩刀好了，遇到这只直接吃死。啊啊！好痛！哎呦，刚才怎么躲啊？啊，地上会有一个红色圈圈，躲完之后会有几条线出来。下来，阿波是啊，操，好不科学哦！不是啊，龙卷风是追着我跑啊！啊，我来了，卷烂了，我冲啊，我冲啊，不行，龙卷风去啊！你要救吗？你好像比较快呢，我比较快，我比较快，我比较快。啊，龙卷风啊！他血好多，他无敌了啊！这时候一直跑，哇，这龙卷风，这时候一直跑。哎、欸，他没了哎、欸，快哦！他无敌没了。哎呦！哎呦！买了！哎呦！哎呦！龙卷风！哎呦！不要了！啊！你越倒了。没事。为什么都打我？因为我比较近，因为我比较近。他的复活时间，他的复活时间快没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死，我倒了，我倒了。好远，好远，好远，好远。我再去了，我再去了。啊，繁星倒了。我倒了。我快四分之一，四分之一，我找不到他，他在哪里？我倒了。啊！阿布，没救到，你要救了。不是，我找不到他。刚刚是在风里面，是不是？击败啊！哈基没吃到灵魂。是啊，那你等下会复活。哦，好难过哦！哇，好难过。什么啊？石化皮肤受伤后伤啊！伤，哇塞！这个我不要拿，谁要？那个东西。最大生命减75，伤害增加75。哦哦，啊，陨月可以拿这个了。是腐化。他的双子这个好像是新的，可是他这应该就是元素共享的。那你拿这把的话，你只要另外一把是拿电的，也有这个双子共享的话，就等于是你的子弹是三个属性都有了。哦。什么神血生物？所以，我另外一只手拿电的就好了吗？对，另外一只手，对对对。但是他，你刚那个就是要洗到一样的词，一模一样的词。对对对对。哦。你要洗到元素共享的就可以。他另外一个是双子，下一个命中会出现一个包子，两把武器同时。对对对对，所以你要把手套那个电的手套洗掉。对啊，就用工匠去洗。哦，好啦，我拿先写生物。哎、啊，那只蜥蜴它就是两个属性的，所以它就配一个，就很方便。玻璃大炮来了，一把武器就行了。我剩19滴血哦。哎、欸，我那我不就需要吸血啊，白痴哦、喔。你有拿那个、喔？我都拿、啊，我等下丢给哈基啊。你疯了！丢给哈基啊！我帮哈基拿而已，不用紧张。你枪会直接不见哦？你枪会在啊？还在。对啊，不是啊，我们刚是说这个东西。那不什么？休息回马在哪里啊？我找一下啊。秘真小生物。他一些哦米呀，超小。哈基这个。你确定？没有，你先捡起来，你先捡起来看看嘛。我血20滴了。然后你怕你没有血，对不对？啊，刚好帮你捡这个。什么？受到伤再加50%。哦，有3%吸血。对，你会吸血。吸血的，但我那你捡起来看剩下十几滴嘛？是吧？你可以不用。你可以不要拿它了，你可以不要拿了，没有了，没有了。丢错，按右键，你按那个按右键。刚是哪一个？你选秘剑，然后对它右。一个红色的宝石，行者之石。哦。
好像可以丢的哦。对对对对。对啊。啊这啊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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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嗯啊，去写法剑，啊给影月拿的啦。你携带一个诅咒卷轴，你拿你拿就对了。你拿就对了。不会害你。这个我不会需要，这个给你们。哪一个？先声夺人呢、欸？需要传送。我有了。那给我。我也拥有了。哦，那就影月啦，因为我们都有了。啊。我有了，大家都有了哦，好啊，就是他就是普通选择，稀有度很低，大家都有了。好，这是我要开电波扇，开。哎呀，哦，好，拍屁股，哎、欸，哎、欸，哎、欸，我好像。我好像拿到什么不得了的招式了、欸，什么招式？我的那个盾冲，我好像有撞死人，我会回一次技能呢、欸。哦，那这个无限冲是不是？对啊，我刚到现在，我刚只有用撞的撞死人呢、欸，我没有开枪呢、欸。哎呦，是不是拿到你那个职业专门的东西啊？好扯哦！我还是我贴哈近一点好了。暴死是不是？对吧、啊？这样救比较快。啊，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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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啾啾啾。哎呦！拍屁股。对吧？对，都可以卖掉、欸，都忘记这件事情了。暴击会弹跳哎、欸。哦。可以卖掉，所以枪可以卖掉。没有那个，我们后面解锁的。对对对对对。双子共享。不到另外一把的元素异常，所以我要共享。哦，共享另外一把元素异常。哦，这把是火焰，这一把是共享。暴击倍率共享，但稳定性降低50%。哈哈，哦哟，好像可以耶。如果这把丢掉。哦、是火焰属性、欸、这双子还不错耶、欸、我拿散弹枪但是我的暴击倍率是弓箭的哦双子共享到另外一把武器为拜拜拜拜谁呀谁呀可以上来吗可以啊可以的应该是可以的好，起刀！关羽他是就是啊，四个人确认的那种，你知道吗？没有。哎、欸，又是你的诅咒的诅咒金箱。哇，诅咒箱哎、欸！我来了，我来了。欸、那我觉得现在有这个驱邪护符，就可以尽量拿、欸。啊，我每次都会拿、欸。我不一定啊。不是啊，因为每次都在选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打完了。指定人失败啊，随便啦、啊。增加一条弹道，然后伤弹药增加消耗哦。原来我后面一堆怪啊！我一直被往前传呐、啊。玩这款游戏，我脸好痴呆哦！嘴巴张开吗？很认真，对啊，就跟你在刷 POE 的表情应该差不多吧。这里，这里，这里。啊，那边可以重铸那个了，双子的，有工匠。好，等我一下，我先捡一下东西。那我们先去拿金爵好了。重铸是不是？重铸双子铭刻、嗯。哦。哦，它如果有效果啊，它会变成紫色的啊。嗯，对对对对，它有发动了。哦，这样子我就都有了、啊。哎、欸，那帮我找另一个大河马是。哎、欸，不对，我这两把都没有双。不用。嗯，哎、欸，你比较高阶的，就是已经是上一张图拿到的，你去点那个工匠，它时刻有几率是出双子。哦。我让你点过，哦，那就没办法。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
可以专门强化这个蜥蜴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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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屁股。哦、那那等一下可以帮你越强化了。我再把你加八了。已经是决定要当毕业武器就对了。对。可是我们还有新关卡哎、欸。没关系啦，到时候再说嘛，浪费钱也没差啦，第一次玩嘛，不急不急啦。是的。有钱不花。打屁股。很难过是不是？对啊。吃拳头。蜥蜴吐他。吐他成功耶、这什么腐蚀狂热命中时技能冷却减一每两秒触发一次哦。云月来、这个、我捡了什么我捡了什么我把腐蚀狂热捡走了给你了给你给你给你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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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给你、啊、什么东西这什么每秒十秒内这叫5%哦来来来来来云月然后你出来然后把你的武器交出来啊来吧，你叫蜥蜴啊！来这边，来这边，我帮你强化。我怎么丢它、欸？这个给你好了啦，这个我不会用到、喔，这个我都躲到这一把吗？我们都在外面呢、欸，很多外面了。嗯。来，好，十了、欸、哦。是，哎、欸，我刚刚丢哪？丢在哪里？欸、你不丢在里面吧？没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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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它不会排序哦、喔。哦，那我哪？靠近工人，那可以自动，不会靠近人啊，因为我都在前面撞人了。他有自动排序吗？没有。哎、欸，繁星他现在攻的那个拉弓的效果有变呢、欸。看、感觉比较有有哎、欸。嗯，哎、欸，你拿长弓会它会变成十字弓哎、欸。你也是啊。哦，哎、欸，啊，没弄好，我觉得。啊、他就没有，他应该就是为了省那个吧，制作的那个。自己看到的跟实际大家表现的不一样。演绎所有货。音乐还在调东西。嗯，我在看技能，我在看技能，走走走走走走走。我只在看技能而已。走。第二关，他既喜欢玩这种颜色的话，之后有那个颜色，对不起，颜色啦，哦哟，哎呦，我怎么不知道他就有这种兴趣？不要把这个必要讲出来啊！没有，有宝箱，好可怕啊！这个兴趣。哦，后面有工匠。寻找秘卷。寻找。越挫越勇。击败后恢复恢复护盾，然后击败敌人立刻恢复护盾，好像不错。驱邪护符哎。拿，你等下就可以拿诅咒了。好。护甲低于50%不会，护甲会恢复，而且不会被打断。护。你要看哦，因为它有分护甲跟护盾哦，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哦。嗯，甲是，我说我们这是盾，甲是黄色。对对对对。哦，那我的护盾恢复，但是这个好像不错。拿了，就他了。大气，你去你的，你帮我推进来。然后推进下一区。我刚刚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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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被他挤进来了。我靠！一下就死了呢、欸，什么事啊？不是他75%，他玻璃大炮。啊！你现在我血量才74，他打我75滴。他算好了，算好的。哇！我不能被摸到呢。哎呀！哎，前面有瓦尔区。哎。我站超远，哦，我们两个很极端呢。我要站超近，也真不错啊！输出职业坦职业都出来了，那耍废职业有没有？我有，玩耍废的，
你是萌宠，萌宠。你要上异常啊！萌宠手吉祥物是不是？你的职业手吉祥物。哦，前面好多钱没捡到。宠物们，宠物们进来喽！宠物们，宠物们进来喽！我要捡钱了，我要捡钱了。是哪一个门？那怎么标记啊 ？V。V。哦。我们现在都在里面，剩你没有而已。哎呦！王哦，王下来了！你为什么追我？龙哎！是熬龙哎！他好没尊严哦，好烂哦，超没尊严的他。烂龙他武器有不同品质吗？还是都没差？是看那个看他的那个附魔石坠，石坠不一样。对，有传紫色就传说嘛。幸运一级增加20%伤害，但没有造成幸运一级的时候减少20%伤害。狂换弹加二重置。哎，他近你有在换弹的吗？没有。很少。那这给你。高伤害对是。随缘枪法。第五次之后，下一次射击伤害。哦。超适合。看不到他。哦。掉下来了。清晰耶！免疫减速效果受到伤害，哦，受到限制伤害减半。雪地战靴吗？隐约可以考虑耶，嗯。啊，不用，你那把已经加上去了，那不要理他了，没事。他是加到10就满了吗？没有，他还可以加。哦，我们反正我们之前是加最多多少？18吗？二十几好吗？18。20几。我想23吧，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在加了。对对，然后就是其他人都帮他加。对，因为那时候就发现说那个词最不错，就是狂加。他的那个加的次数是个人的，所以你可以把武器丢出来给别人加。对，哦，所以一次我们可以加多少？12。对，我们就是把一个人养肥。那如果他倒了，不就就完了？对啊，他我们就不用玩了。阿纪，你是不是需要补血来？你是要把我打死？没有。啊！我扣血了。我刚刚不是你射的吧？不是，我还在捡东西。阿纪，等一下，等一下，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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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要补血？你要补血？我卷轴借你。好。哦，你有那个。哎，补血，补血，补血。好。按 F 好。哎呦！哦，你一口就满了。太多自爆鬼了，你这个臭贱人！哦，对，我们那时候讲的贱人就是他。啊，对，就是那个，哦，那个戴帽子的僧人，他会一直招那个小怪，跟他会瞬移。他瞬移在你旁边一直狂吸你的血。对，这个刚刚那个是哪一个？我丢回你给你。你可以打一下上面那个自爆吗？我散弹枪打不到他。那个红色的。石头，他倒了，他倒了，他倒了，僧人倒了。红色的，怎么还在招？还有鲜血生物吗？对对对对对。他死掉，他会再招一波。不好意思。哦。下次臭贱人家高级死。处于射击状态，最终伤害。铁骑流光。哦，我这还不错哎，欸。嗯，击杀处于异常状态的敌人射速增加40%哦。上，哇，我这都没在用技能哎，欸。技能是什么？还要用吗？对吧，啊？有了，我还在用了。是，我在狂用哎，我在撞人哎。那手雷还是蛮好用的。我记得猫的手雷有点回复的话，就站在烟里面盾会增加。哦，嗯，它的觉醒在里面吸猫草。
都是一地猫草，是不是里面加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哎、欸，好亮哦、喔！很亮，还是我真的太久没玩了？本来就这样吧，有比较亮吗？可是有哎、欸，啊妖！哎、欸，你这远距离的，你不要吓我！哎呦，拍屁股！啊，撞死你呀、啊！你是说脏话吗？撞死你娘！我撞死你呀、啊！对不对？很像脏话。哦。哦竟然都没有血肉之躯之类的哎、欸！啊，用火焰伤害击败敖龙40次，我终于，哇，你终于解完了！是什么？突然解完成就了吗？没有，这个从第三只角色解到现在，所以解了快一年了。哦，这把武器，他的这款的成就成，哎，他竟然死了！还在看枪，大家还在看枪。这款的成就就是解锁秘诀。哦，它跟宇宙冒险很像啊，就是你成就解锁装备才会解锁这样。哦，有伤人呢、欸，好多螃蟹啊、哦！这螃蟹会咬了吗？会会。有个成就是一局里面搭了40只螃蟹，很难。哦，而且用火焰的枪杀才行，火口螃蟹是吧？啊，我在打怪，我怎么都拿到隐约可以用的秘诀呢？你在养肥他哎、欸，元素折磨。啊，你们怎么那种伤加伤害扣血量的都给我好了，加伤害扣血量，哈基最后只剩下一滴血量。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然后加伤害扣血量。哎，你的盾是不是也很少啊？我、哦、这50、50、24，那这个给你50、20，破碎石对自身12米的造成整体电伤，受伤害受，哦，那这也够好了，算你活久一点好了，每12秒硬和阳切换，阴极少20%，阳是哦哦，正伤和减伤。哦、oh. 欸，这谁？这谁拿的、啊？狐狸，这个不错哎、欸。我啊，我拿的啊。加一个弹道、欸，很棒哎、欸。你要给你啊。我没有，我的枪已经强化了，拿不下来了。呼呼呼！奴隶领地加6哎、欸。有人在打架的。你看音乐在打架的。哎、啊，音乐。哎，我倒在地上了。有，要救你起来了。我去捡包子，我吃一颗包子就够了。哎、欸，你怎么爬起来了？你怎么复活了？复活？他不是倒了吗？他可能是另外一只啊！你有想过他另外一只？阿基，哎，阿基吗？后面地上还有，我去买包子吃。还有钱跟那个。后面来啊！你靠近我、啊，你靠近我、啊，你靠近我、啊。已经吃了，我已经吃了。钱不用省啊！钱真的不用省，钱带不了，带不出去，带不走啊！反正这个死了就算了。哦，后面有宝箱哦，是哦。啊哈，举报！普通民科升为民哦，加一刷新所有民科。普通民科，民科是什么东西？民科就是不对词缀。所有武器的补充哦，是吗？还是什么？我忘记了。我爸的稀有度怎么配？绿色是普通，稀有是蓝色，哦，浅蓝色。指定等级加一。我要把它词缀升级，有了。这边是我工匠啊。刚刚有吗、啊？好像是在上一区。哦，那走吧。等一下哦。刷新名科，但它本身没名科的话，会有。它就是固定的那些数量去刷新而已。哎、欸，那就好了。
原力是处于异常元素状态时增加30啊，这个，反正我现在就是用异常，有异常的就是加异常的那能力上去。哎、欸，这里有工匠啊！我在这里，有工匠啊！躲在这里，他只是头低的像一颗石头而已啊。对耶，看小，你在装啊！Yeah, 你欠打。啊！你们那个金爵拿了吗？金爵我拿了，记得。他这把地狱有加特效了。你知道为什么要留下这一把吗？不要刚刚那一把。对。你看他的双子吗？不是。哦，火球哎、欸！火球、欸、对，所以我刚想试试看，我是在试说是左键有火球还是右键有火球。进入啊，干、欸、完了。是，没有，我觉得蛇反而比较好打。是吗？我觉得蛇比较好打。好，它有那个玻璃大炮可以站的地方吗？嗯，你只要注意你注意地板就好了。对，你注意地板就好了。好哦，没钱了。没钱，钱可以丢出来吗？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也只有200块。黄沙青软换道、欸，第一次玩到好穷哦，怎么会这样子啊？有在充装啊？我有啊，亲友啊，走啦，走啊，打屁股，哎呦，哦，这次是最新的哎、欸，前一次的 boss。对，上一次新增的 boss， 有点可爱哦，感觉他会对你的时候，我们永远感谢你。你看后面，感谢了，感谢了，感谢了，好几只是不是啊？哦，我射，哎、欸，40、20、20、20滴耶，我的天哪、啊！哎、欸，两只、欸，我倒了，哎呦，完了，就这时候就他一个，哎、欸，等，一滴血，我再射一滴血。哎、欸，他同时来两只，太过分了。总觉得他是变男的。要跳！哎呦、欸，我觉得他有变强哎、欸。我一直都觉得有变强啊。他不太普通吗？怎么那么强？啊，都打我了，都打我就好了，打我。跳！要跳、啊！倒地了，反击倒了。我来了。哎呦！看你是打，打！被带到了！有！我救到！我居然救到！打！哈哈，真的是打，好恐怖哦！打！不行，这个打！打！我还活着啊！我不准死！哇！打！打！打！哎、欸、哎，错、欸、过我了！我来了！哎，打中！不要！哎，你在干嘛、啊？哈哈哈哈哈！我要他变强！我没子弹的啦！你按三，你按三，你三还可以用子弹。还要按四滴的，四滴的。大号弹，我完了，我大号弹没了。我两把了，带下来了，死的啊！我被带开了，不，我刚刚救到了，靠你们的，加油！啊，锤死你！哎呦，这个也太刺激了！哎呦！哎，这乌龟也太强了吧！乌龟，救我！乌龟！盾还太强了吧，那个盾。盾好棒啊！我要换角色了，好，不要逼我啊！我要换角色了。啊！哎，我怎么脱甲了？我活了！哦，打完了！哦，解锁成就哎、欸。正其不备，生命值高于。啊，奖励嘞！奖励刚刚掉了，地板上很多金破啊、嗯。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是复活的。啊，那么亏哦！复活的没有哦。
啊，那真的是有点亏。C 玉龙，这个也是，我改这个好了。追龙，追龙右键可以标记，然后他子弹就会直飞标记的那个点。嗯。哦。还是玉追龙，对对。要玉追龙。对对对。下一关这个吗？哎呦。哎、欸、哎、欸，他掉是加十六的哎、欸，还是你强化的？哦、我强化的啊，你要吗？哦，这样子。你想一下哦、喔欸，我对啊，然后嘞，可是我刚刚觉得，我刚刚觉得还好哎、欸，哇，那就算了，然后还自己拿走，难，你要加十六，难怪你没钱，哦，这是什么啊？回到客，那个是回客栈、哦，啊，这个是这次新的，哦哦，新的是这个哦，哦，所以以前是只有到这一关啊，对，以前只有到这里。啊、oh, ，就没了。哦，这是新的，这是目前最新的关卡。Oh. 我跟白秋没有打过的。对啊。哦、oh. oh, ，从来没打到这关过。No。开撞了！看不到。开双子。共享暴力。你要站着看是不是？你很硬啊。我刚才没看。都是新，全部都是新的怪哎、欸！这是 POE 不玩的，要玩这个人。这个顶多玩两天。顶多玩两天。对啊，感觉不知道哎、欸。那你前期就还在解锁角色了。嗯。哦。跟你少了一些，就是天赋的东西有比较少。所以能玩的会少一点。看，我现在是加十起跳、哦。嗯。哦。往前哦。走了。好。那记住，我们两个新手在前面喽、哦哦。啊，没问题。我刚才想要门在哪里？我在找门在哪里啊？总是新手先找到门。对，新手先找到门。啊，小猴子。有火球吗？他是写我看是说要暴击才有，是不是啊？大头啊！还有呀，哎、欸、暴哎、欸、对暴击啊！哎、欸，他没用滋的啦，没人滋的啦。啊，就跟那个一样哦、喔，好吧。可爱哦。底下有商人哦、喔。嗯，那换回来了。没钱。行脚商人，我现在剩四百块，我剩五百。啊。加。哦，对，我第一个东西跟商人买是不用钱呢，我还没跟他买过。是不是我往前走了？哦，哎是。哎、欸。哦，好，那可以。哎、欸，繁星，你要不要这个？哎、欸。是啊，我就拿这个啦。我想说，没有，因为我刚本来要拿，就看到商店有比较好的。你要不能吃的啦，你这个作弊鬼。他是狙击手。那我要去撞死他。撞下去啦。哎呦。我在哪里，我是谁？敌人在哪里？好迷哦，往哪边走啊？这里往上，他是一直往上。那这个门是干嘛的？哪个门？哪里有门？这里有一个，就是暗 B。我要靠近很暗，是不是？哦，那个是我们来的地方。我们出刚来的地方。从下面来的地方呢？我们从下面来的呢？哦，你看能不能进去啊？对啊，这是我们刚来的地方啊。哦，不是啊，下坡来的。它很多，它会很多地图，但都长都是，这是另外一张地图。你玩第二轮的时候可能会往那边走。它会有不一样的路线啊，即使是同一关，你每次走的可能也会。你下次可能是从山坡上面走下来，这样子。哦，重复利用。对对对对。哦，震了一下。
哎呦猛呢、欸！上面是什么啊？啊，加 buff 是不是 ？UFO？ 哦哦，有符可以打掉啊，可以打，哎、欸，可以耶，可以月仓。哎、欸，他们加 buff 的、啊。要不要来这边？这边有门哦。哦，藏宝是先拿，先拿金爵，先捡个钱，捡个钱。金爵，哎、欸，总是变这种东西。他直接给三阶的吗？哦，直接，我是直接没有，他就直接一个，我随机一个吧。哦，还是因为刚好你那个要升三阶了。对，应该是。你太爽了吧？小渊，走喽。走喽！哇！原住民，什么东西？渔夫长得蛮可爱的呢。哎、欸、哎、欸，玉面火枪手，嗯，玉面不就是那个吗？狮子。对啊，我在想说是不是狮子，但不是。狮子的家哎、欸。小狮子。哎呦，雪地原，雪地原住。哎、欸，你怎么在我的面前？雪地原住民。他没有名，有只猴子在后面，还小双截棍呢。呵呵哈嘿，这是什么？这是缩小。你谁？哎，他也会冲，他也会冲。你输了，你输了，你输了。救我！救我！救了！我救了。哦，缩小直接出来打脸的，我不复活了。我让他撞柱子，我让他撞柱子，他在撞柱子，他努力在撞柱子。他是我第二滴血啊！还有第二滴血，他两条，他两条血。他是企鹅，他好可爱哦。他两条血，怎么可以比兔子可爱？去死吧！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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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哇，这什么东西出来的？啪，直接撞我脸。虚张声势，所有满血时所有伤害增加啊！半弹时。那个虚张声势不要拿了啦，很难满血。哦，更多弹夹、啊，更多子弹呢、啊。哦，这个好像不错。军火伤人，可以。回光返照，听起来很不吉利。听起来很不妙。太可爱，被杀了。他的光气很可爱呢，然后就被杀了。哎、欸，对，不是啊，他只要他先冲出来冲撞我们，剑杀。他进你要不要地上找看看有没有包子啊？啊有，哎、欸，那里那里啊，这里啊，这里这里有个包子。不知道他吃了没啊？你有吃过吗？包子哪里啊？这里、啊、上面啊，这里啊，这个。如果你有吃过的话，就没有，没有，那你吃过了。那你要不要再拿回那个鲜血生物啊？我觉得没关系的，反正打到一下都是没差的，都一样。第二关，怎么了？哎、欸，极光吗？没事。哦，不是。哇！你说我丢我脚底会有补血效果吗？那个要觉醒，你觉醒有拿到才有啊。哦。哎哎哎哎哎！企鹅又是企鹅，企鹅去死，去死、啊、去死！推走推走。啊，这个是干嘛的、啊？我没有那个、啊。对。要先去吗？怕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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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走，往上去。挑战事件，挑战事件。会化身为雪地原著。哦，就变那个海豹、欸。撞不死的、欸，怪撞不死。哇，射怪是直接一个原住民在这里啊！我原住民啦，原住。哎呦！哎呦！我是不是从画面上看我就是一个疯子？哎、欸，不能狙啊！其实很难看到你，知道吗？你一直消失啊！什么、啊、雪山守卫？北极熊哎、欸！啊，有人一直在丢炸弹，打死你哦！不要过来，我是去打后面的人。哎呀，挑战成功！现在在这里，
我根本就没有在开枪，就跟之前的老鹰一样啊，都是用拳头揍啊。善改良弹夹，失去弹药会直接补充至弹夹。你哦，真的不用换弹了？这不是哦，失去弹夹直接补充到弹夹呢？哦，这么好哦。我不用换弹了，我真的不用换弹了。一直捡，一直补，一直捡，一直补，一直捡，一直补。哇，没东西，很爽哎、欸。你走，冲啊！啊，揍死你们了！还有企鹅，企鹅，企鹅！啊，西欧，西欧来，西欧来！狙击手，狙击手，狙击手！啊，狙击手下去！啊，撞下去！又一位疯了！哇！哎，太烂了吧！因为佛是不是在帮他们强化之类的啊？把他打掉啊！有一个，这个可以玩哦，金枪哦。哦。底下有包子，双子池拿不下来。他其实没有、欸、电球的萤火哎、欸。包子啊！真的吗？哪里？这边。哦，电球是三去你的，按到技能了。这小，前面有弓箭，射他！旁边有一群原住民，原住民来了，原住民！啊，电球！哇，电球真的很赞耶！掩护我一下，我洗一下。哎、欸，十颗要2000块啊！好贵啊！2000。哎呦！哦，伤害好像很不得了。那我去强化一下。好，嗨哈基，嗨，我强化完了。哎。技能真的还蛮好用的，那个定针。嗯，我是不是也要下去强化一下？我要强化还是啊？强化好了。强化是击伤，时刻是赌，赌运气。每次技能造成伤害时，会额外造成当前。哦，所以我还是存多点钱，然后用丢技能的话会很强。哦，不是啊，那时刻啦，我重组白痴哦。嗯，双连火，放烟火庆祝喽！中了，他这好像烟火。好了，我来了。走了，走喽，走喽 ！Let's go！ 冲啊，去冲浪喽！冲啊，有人冲出去啊！上面有飞碟，我在打飞碟，我在打飞碟，飞碟爆了，我打不了飞碟，你们打。哎呦，右后面有一台飞碟，有把那个、欸、他回盾呐、啊，白痴，那飞碟在帮人家盾呐、啊，看到了啦。哦，这真的是坏了呢。我除了不能打空中的之外，我不会死的。太扯了！什么？我补子弹了，我竟然换弹夹了。传送门开启。我不需要钱了。请。精绝，我只能选一个、欸，现在都只能选一个吗？现在只对哦、啊，直接固定跟一起这个了。刚刚是点到谁？巨鱼的。哦，跳！哎呦，这么快哦！新网最终战哦。Yep， 这是新的。新网。新网。
新王的。哦，新王。喂，新王尸体。我这是会掉下去啊？干嘛？还是你要毒球啊？啊，毒球超烂欸，懂得毒球。临近，然后你洗掉了。没差，毒球还好。毒球是往地上啪了一下、欸。对。最烂、白痴哦、喔！吓到我了。怎么了？他打开了。我靠过去，突然变这样。前往碎玉台。我要搭 UFO 过去。哦，你是谁？熊熊。好帅哦！哦，好，干是刀还是枪？啊，不是枪火重生，你总是拿刀。啊，砍我！对，砍我！欸、他有怒气值哎，等一下他有怒气值哎。好像说他怒气值加一条，他就会有一次强化。哦，所以要在他怒气值越强之前把他打死。哎、欸，无敌！哦，干嘛？打上面那个！打上面那个！他也太高科技了吧！哎呦！哎、欸，他怒气值已经满一格了。他有一条盾呢、欸，那盾很长呢、欸。在用电。啊，电是不是？啊、哦、靠！他弱点在哪？要用头吗？应该是。也、欸、好像是哦，正面，这样很快了。哦砍我啊！啊，不是很秋。哎呦，不是，怎么会一只海豹？啊，好了，我救，来不及闪。不要看我，走开。那你们看我，看我，你毁，我揍死你啊！不要看我，啊！直接砍我啊！来了！我怎么还活着？我怎么还活着？你想死是不是？我到底是为什么每次残血血就突然变成175啊？你是不是有什么？我有病！哎、欸，啊，倒了！我来了！我救到了！啊！倒了！我不能复活了啊！他上面那个要赶快打掉，不然很难打、啊。有，我要打。满的耶！哇，好强啊！直接早点把他打掉，那怒气值满就尴尬了、嗯。对。我想要测试，那边乱玩，乱配装啊！不乱玩，乱配装。哇，加到23呢！嗯，天赋可以点一点。乌龟点到啦！天赋，武器伤害，我要玻璃大炮了。啊！伤害，初始金币，贩售秘诀。建议是左边商店那边先买。对。会比较舒服。会舒服很多。厕所。期待弹药量。这个天赋是这只角色天赋还是全部的？全部。你会看到你的右上角那个，他的天赋就只有五个而已。哦。像猫咪的英雄嘛，你有看到最右边吗？他不是什么，你的能源球减两秒，护盾值加20，那个也要点哦。因为我刚才在点那个哦，最右边画面的。好，那只有在完成游戏才能点天赋，你在大厅点不了。哦，对。出战右边就是如果你有喜欢的再先点就好了。25等可以换一只新角色狗狗。狗狗，狗狗很暴力。狗狗技能是双持。对他，我觉得很适合哈基的，他可以拿两个大河马哦，对，扫射，好像不错哎，好像不错哎，他好凶啊，
我现在才16等，他25等，好像不错哎、欸，好像不错。狗狗其实吗？狗狗有三哎两、欸、种玩法，一种就是双持嘛，另外一种就是爆破，它有很多爆破加成的东西。哦，好，这招换另外一只。啊，这个是每次打完都要重新组队。嗯，不用。不是我直接进来的、啊。不用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刚跳开了。对啊。哇，我好。哎、欸，为什么你跳开了？来，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在对，因为在另外一边。哦。天赋大要到主页面的可以点哦。千岁乌龟真的好缺哦。哦，对，我要玩乌龟看看。乌龟真的很缺哎、欸。你刚是点哪个东西呀、啊？哎、欸，那还缺。我看一下觉醒，我觉醒全部都点盾的。好。就是那个强化盾牌镇海那边，然后现场的他左边的破浪，刚刚看是哪一个？那个惊涛骇浪很搭镇海，因为它会延长那个盾的时间。我加不进去了，嗯，他又显示错误了。那多试几次，队伍已满无法加入哈、嗯、啊？还是他卡 bug？ 你说惊涛骇浪搭什么？等，我看一下。对，队伍已满无法加入。那个惊涛，惊涛没有，就是盾牌类的啊，配一个惊涛骇浪其实就蛮不错。盾牌类是。镇海嘛，镇海，对，镇海那边的。好，然后我刚刚是有拿到猛冲，是不是？一直猫咪好可爱，老虎，它是白虎。猛冲是哪一个啊？啊，等，繁星说什么？猛冲是哪个啊？猛冲，我刚好是。潮起潮落。看一下，击败敌。超级尊敬你。排山倒海吗？欸？我挡的是。猛冲击中。我忘记了，我刚刚是点还点的什么？啊！我刚刚点那个啦，踏浪前行。在哪？啊，走蛮快，中间的，中间的主二。雨盾移动。他给我编号好了，我就加不过去。我给你呢。进入了，进入了。好。冲！哦，初见失败。哦，那只熊很秋哎、欸。哦，对啊，这个时间你们有点尴尬哎。这只狗的名叫做嗷呜，它以前叫鳌拜，以前叫鳌拜，改掉了，变嗷呜了。不行，加不进去，还是显示错误。好吧，你们重开游戏。那你开，我们重开一个新的。嗯，也行。开队伍，这个要打一场，好像也来不及。对，我们可以打难一点的啊。还是我们打每日试炼呢？好啊，我没有打过、欸。每日试炼啊，不是啊，每日试炼单人哦。不然打难一点的、啊。轮回就是，轮回太难了。不行，我今天还没解锁。困难不行吗？对，经验不行、困难要等级的样子。精英，我其他都不能点，就只有普通。好吧。哎呦，我进来了。音乐还行吗？我重开游戏，我试试看。嗯。
猫咪是打元素嘛，啊，狗狗就是，狗是走爆破或双持。可以了，我终于选狗狗了，我不就喜欢玩那种双枪。双枪真的很爽，而且它双枪，双枪有天赋是，它在双枪的状态会一直持续回血。哦，你记得？对，刚刚没有雷射笔吗？哦，有火的雷射笔，所以你可以两只手都拿那个，你就一把火，然后一把雷，你就看到两个手在那边，那个手掌了，光线扎不进去，完了，完了，怎么会这样？而且我点你右键也不能加你，他说对我已满哎，为什么？还是我们加？隐约的，我点右键加不到。我现在开看看。啊，隐约开着那个没办法右键加入。哦，对耶。哎，我看看有哦，底下的好友可以。枪火队。哎，对，不能加入哎。对啊。大厅中。这个。没有加入。不行，他不能等加入。我编码断开世界。我编码贴了，试按看。好。哎、欸，我进来了哎、欸。正在连接中，哎、欸，有了。可是又断了、欸。正在连接。正在连接主机房。我看你们都……哎、欸，我进来了。有了，进来了。可是我不能调难。不用调。有了。他没得调，我刚也是没得调。狗狗，不是啊，这是白虎的一般技能是电虎。哦，银角还玩过啊，玩过啦。银角坏掉了。嗯。他目前做到最，啊，对哦，这只有这个能力可以选。等一下！啊，我们激活这个，他进来给你。诶、欸，哦，有人是不是对枪用了技能呢？因为他在给你，是什么？他一开始就 CE 啊，一开始就拍 PP 啊，可以的、欸，没错，可以，我们两个就拿小枪就好了。嗯嗯，哦，一开始的备弹量这么少，对啊。没有，就是他一开始没有给那个要去捡啊，屁嘞！哦，我的武器慢慢缓下来，缓下来，嗯，不是后面有那个、哦、藏宝是哦，红师傅开店，前面好疗愈哦，好爽，对，前面一枪一只无双一样。看一下，石化皮肤受伤后，哦，受伤后、欸、元素馈赠有 buff 哎、欸，你们谁有？允月还是继续玩元素吗？你就给我这一只，我就先玩这只啊。那这就给你了。我一天到晚拿元素的东西，好满了。元素馈赠，异常恢复哦。完了，我把电弧的技能次数用完了。开，听觉，每隔四秒，这里，嗯，好，先就点这个再说。下一区，电弧电起来。哦，原来是指这个哦。嗯，举盾用冲刺啊。哦，对啊。哦、太好玩了吧？很爽哎、欸，而且举盾是无敌的狂冲，后面有三人跟藏宝室哦。好，三人。心跳伤，我不想买哦。虚张声势，满血十四，说前期其实就有出秘诀再买就好了，啊，枪就是有喜欢再说了。嗯。
秘诀要那个要点天赋才有。哦。对他们前面只有那个基本款。哦。这太久了。屁股，哎呦！我直接盾就毒死这一切。有还是痛，还是会痛。会啊。对。啊！爬过来，爬过来，爬过来！你可以爬过来。你知道以前不能爬吗？以前不能爬。以前真的是不能爬。使用冲击技能哦，好。对，难怪是没血。包子，等一下，看一下对天照镜自己会异常，先用减五十啊。好像有人还在后面在选东西耶，就是他。我在看，我在看，我在看我的技能。啊、没关系，没关系，你慢慢看。你慢慢看，我们先打。新解锁东西了，还有变加一了耶。哇，又什么？每击败一个异常，人数增加。伤害增加，我、哦、好爽，拿两个一样的，那等下看能不能三阶。真的，英雄，哇！我现在有两只蜥蜴了，两只，我可以双子吗？我可以双子吗？可以的，双子感觉很帅、欸。你不行的、啊，那不是你的技能啊。哦，哦，怎么什么？拿到一堆元素的卷轴啊！他、啊、就叫你玩元素了，这边是一堆元素的，两只元素猫，元素会元素汇流，元素圣物，我看一下，元素圣物还不错吧？元素汇流跟什么？对，我的也是，汇流跟圣物，哦，好爽哦，守塔，我要去捡捡电球。你在哪克莱伯？克莱伯那个叫什么？我切克。哎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哦，巴拉哦，巴拉巴拉哦，巴拉哦，这个是那个有去过动力夜市才知道的东西。有后世有看过 RNG。好好好。他就是从动力夜市来的。哎呦，不好用，嫌弃了，换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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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要用，不要用，这是我打的嘛？换道，这是，散弹枪，嗯，换弹 EVA 吗？它可以，按住左键，它会射，越射越快。啊！我要加元素的能力，他没有给我元素的能力。啊，这个运气。进去里面喽，密室。卷轴，卷轴，刚密卷面呐。击杀。我。火焰支配50伤害。啊，还不知道玩什么元素哎、欸。你要不要一只蜥蜴？我有多一只哦。我不要、喔，我想要有那个有元素伤害的那个喷火枪。一开始比较少吧，不太容易出现。哎呦，啊你怎么撞柱子？雷的，过来，是喽，传说卷轴，军火伤，贵气凌人，好，我要存钱了。每移动一米恢复一发弹药，哦，嗯，谁要这个？这个我还好。军火伤100发，减少要连发，
哦，我这个 C 应该可以用吧？可以啊，可以。嗯，切换武器之后，啊，使用次要技能使用50%继续消耗双倍的使用次数。哦，每损失一秒钱，回复期间。命中或受到伤害，切换武器元素，急速支援啊！亦正亦邪，哦哟，我是不是要、哦、这个好了？啊，有弓哦，我拿两把弓了。大河马，有人找到大河马了。把大河马还是一般大河马。开始嘛，后面才是比較。别一开始，一开始你就要拿金枪是狼啊！太贪心了吧？有梦最美嘛！你就继续做梦吧你。带有铭刻的武器，玉追龙加三，等级加三，猫眼。你现在还没有那个哎、欸，去学法剑吗？还是什么？去驱邪护符，辟邪护符。武器爆血率没关系啦，反正有哦，反正我们要准备结束了，太、哦、对啊，大概第一大关打完，把第一大关打完了，对，对啊，没关系啦，第四关了。挑战成功。两个盾兵，三个盾兵，全部盯住，冻住，冻住，开了，有特殊房间，哎呦，引弹魔王哎，特殊弹。你当魔王没用好的话，你子弹会好很快哦。没有错啦。有宝藏房哦。好。哦，你抓小。好多怪，好多怪，好多怪哦。好多饮料，好多饮料。哎呦。临近击败什么什么十次成就解锁，解锁临近的那个啊，你击败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十次解锁临近。哦，这里他解锁都会掉一把在那边。对，可以去玩。这里有商人躲在这里。临近加三。哦，嗯，镭射手套。啊！暴击有那个战士工匠强化，强化工匠在这里有藏宝室哦。哦，里面有怪，来啦！啊，到处飞，你这飞回力镖好像射不到人的感觉。要秒了，那个就是要秒了。哎呦！我要毒，丢毒，对对对对对。哎呦呦呦！要胀胀胀气状态，还会缓速。啊！好痛！我挡！走开！死那死吧那死吧！哎呦！死了！挑战成功！隐喻魔王哦，有大河马是不是啊？有哎、欸，大河马加二的哦，哪里？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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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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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又有新的蜥蜴了，五十，收枪时自动哦，金枪效果哎、欸，收枪时自动回弹夹哦。
橘的齿嘴吗？它是绿的。哦，我要一直走路，伤害才会提高，是不是？那个圈圈那个不哦，这个好，算了。噔，把这个随便拿。雷电碎片。啊，这里开什么？传说之刃，击败个敌人伤害增加。Okay、我找闪电狂热。你携带一个诅咒卷轴，伤武器伤害增加，技能伤害增加啊！中场休息，走了。好，好，走。我们赶拖，赶拖，赶拖！你们要跑拖，跑趴，跑趴，跑趴。我刚才看到工匠在后面，刚找半天。这种黄沙，哎、欸，有这个哎、欸，我就电死他。走喽，开门喽，又是他，小猴子，新手教学关的给打，就是我是打这只，我也是打这只，那固定的，盾就没了，有点废啊，没有用对属性呢。哎、欸，我来了！那盾没了，还要补盾呢。中了吗？没有中。他盾补不起来，他盾补不起来。旁边有小怪哦。没有了，没有，好吓他头了。来，遛狗，遛狗。遛狗，遛狗，遛狗。哎呦！为什么是打我？我没打很多伤害，打他伤害多是在那边。对，那边，那边，那边过去。看谁？不是我。呵呵呵。电！哎呦啊啊啊！出歹机，出歹机，出歹机！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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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死了，他要死了！打他，我打他！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是超远的喷火枪，那边死了。我几乎没有动过、欸。我第一次看动画、欸。你第一次看动画、哦？为什么你有动画？我有动画。为什么你没动画？为什么你没有动画？哦。为什么你没有动画？为什么我有安全气囊了？他给我安全气囊，还是别人的？这是我点的啦。哦啊，我的嘞。我、哦、在这里是不是？你是不是被人捡走了？不是啊，我们现在血都给没擦了，要关的。哦，对啦，出去了，要出去了、嗯。门口在哪里？这里好像不能直接出去，我们去自杀了啊！好，走走走走走走走 ，DK 打开。没有 DK 啦，还是筒子够？筒子会啊，筒子有伤害啊。只会照自己吧。刚打一下自己还没伤害，不用补了，不用补了，不用补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冲啊！走走走走，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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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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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毒哦，打我打我！毒一下毒一下！我先我先我先我赢了我赢了我第一死第一死！呀，你砍很慢哎！哎，刚不打我，盾回回来了，拜托！哎，不要用枪托烤我了，用烧的对。打很慢，打很慢耶！爬一下，偷爬一下！哎，白痴，安全气囊把我血补满了啊！你不会死的吗？看，啦啦啦啦！你是不是不会死啊？会啦会啦会啦！大力点大力点！会啦！这是在干嘛？有枪不去？有枪不用，用枪托。他不知道扳机在哪里吧？那他拿个屁枪啊！感谢天赋。哦，备弹增加，好、哦，加二十，二十。刚刚在想说，繁星，我们两个要继续吗？还是要等他们一起？等他们一起。好、啊，就是没有啊。我说，反正你等一下也要干啊。没有啊。我刚本来想说，要不要继续？好啊，来啊。我是在想说，是不是等他们一下？也可以啊。你们反正在我们就很前面啦、啊，没差、啊。对啊。想说可以一起、哦，我们要追到你这个等级太难了吧？
还好啦。怎么还好？你怎么可以说谎？我把我们自己都不是很确定。休息啦，休息啦。好啦，今晚到这边。本来是说以为到十二点，因为阿旺忘记他们要录影。就这样，感谢各位晚上收看，下期过来，又过来。好啦，大家晚安啦，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欢迎要，哦，诺英还在玩那个之前的狼人杀，还有兴趣可以过去。是我看有，感觉 FB 你们也都不会过去，看一下哦。酱油怎么改名字啊？白痴哦！哎，没有哎、欸，好啦，就这样啦，各位晚安喽，拜拜。啊？什么？你不关台哦？我手机在显示，我还不继续开啊。我、哦、看你啊，我是要关台啊，要玩也可以玩啊。可是我知道你比较想 POE 对不对？我们还好欸。你们还好？真的假的？对啊。我两个都想玩欸。这个不会掉等啊， POE 会啊。可我没有在 care POE 掉不掉等。哦，也是啦，那看你啊，你要 PO 你要 PO 就 PO， 要这个就这个啊。啊，好犹豫。你要 P 的话，我就去睡了啊！這個、你要这个，我就继续玩。我觉得你去睡觉了，你这是你是很想 POE 啊？你老实讲嘛。哎、欸，对了对了，去睡觉了你。Kiko Kiko Kiko， 应该没有吧？十二点后才睡吧。十二点后才睡吗？对啊，因为等一下还要跑光遇。啊、啊，好了好了好了，我到这边了。好了好了，你去 P 你去 P。反正、啊、我去 P， 我去 P， 反正这个这样要最后还是没有。呀，明天应该可能还会吧。我也觉得会啦，就可是明天的话，就你的话应该是十点后了。我的话十点后什么意思？明不是礼拜五吗？对啊，啊我不一定会参加、啊。好，好，那明天再说，好，拜拜。好好，拜拜。好啦，那这样啦，感谢晚安，晚安，晚安。